社会关注的，就是因为工人们跳下了这个铁轨，跟
跟大家说，不对，这件事情不对，唤起整个社会的注意，唤起陈审法官的注意，法院慢慢注意到，哎，这件事情跟借贷不一样，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关系。从头到尾，这些工人没有欠过国家任何一毛钱，这些工人从来没有欠过国家任何一毛钱。是什么样的行动让这些工人从政府所谓的十恶不赦、借钱不还的坏蛋，变成他们本来就从来没有欠过国家任何一毛钱？就是这些城乡事件、这些抗争，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事件不是政府胡说八道就可以定性的，这个事件是政府亏欠了工人，工人上街头讨回他们应有的公道而已。那现在政府事过境迁跑来做什么？他拿着一条跟大众捷运法完全不相同的铁路法的规定，这个政府做错事情自己擦屁股都来不及了，别人提醒你要把自己的事情善后处理好，我们最后把它纠正，居然还反过头来追究追杀这些来帮工人提出诉求的人开罚单，这是在说什么？这是要帮马政府平反吗？我想到 一群人经常在新闻报纸上评论，为马英九平反者唯有蔡英文。我想哦，这句话非常适合形容目前蔡政府这样的作为。我们现在他这么爱钱，我们就送钱给他好不好？哈，来把那个滚抓开开哈。这个是官场工人在这两前，我们五年前了，这两年的抗争时常在使用的道具哈，滚抓脸灰啊哈。我们就会说，你这么爱钱，我们就送钱给你，你就赶快去阴曹地府去领你的钱，这六万块，我们等一下就这样一起给他。